好，央行的重拳呢回响了房市，在今天银建股表现就是相当疲弱。不过我们要请教微量，现在有分析师认为说呢，现在股市跟房市的这个连结越来越深，他认为说呢，可能会重演在民国78年当时的这个股房双杀的情况，这次会再度重演吗？央行第七波打房哦，那基本上有蛮多投资人呢想要呢危机入市，这分两块来讲，一种是针对房地产想要危机入市，另外一种针对呢股市，尤其银建股想要危机入市。好，那我先简单讲，如果你是想要呢去低阶银建股的人，当然现阶段呢可能是有点呢过早接刀子，不过确实因为呢银建业呢采取完工入账法，所以有些公司呢过去几年早就呢案子完全完销的，可能今年明年后年他接下来有很多的建案可以入账，营收获利配息大概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就差呢什么时候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进场。那可以观察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呢当融资断头的时候，第二个呢如果接下来有一些呢建商宣布他要买库藏股，这个会是一个指标讯号。好，那至于说呢，会不会呢股市跌了，接下来哦，这个跟这个房地产产生联动之后呢，那两块市场呢都重挫崩下去哦。那因为就有分析师提到嘛，回忆呢民国78年的时候啊，就是呈现了股房双杀，但是我觉得现在跟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民国78、79年的时候呢，其实房地产泡沫，那股市也泡沫，很多当时的资产股、金融股，甚至是高达四位数千金股的身价，但是呢，这个本益比也都是几百倍的，所以当时当然是呈现明显的高估，然后景气往下。但现在呢，其实股房有可能会脱钩。第一个原因是呢，现在台湾的钱哦，不仅是呢啊这个淹到这个脖子了，已经淹到了天花板了。我往上看，淹到天花板了，因为预计呢，今年的整个台湾的超额储蓄是4.2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数据，你只要一部分的资金流入到股市，大家看现在的成交量不是3000亿左右吗？所以这当然是绝对是一个很庞大的资金动能。所以如果说想说政府在打房，我的资金就先从房市撤离流入股市，反而对股市是好事吗？这确实是其实这个周末大家消化了这些资讯之后，有听到一些呢这个市场上的大户或者说高资产人士的想法，因为毕竟呢央行现在呢这个棍子哦，往这个房市狠狠的一敲，往痛点打。好，但是很明显是什么？央行这个棍子呢，打得精准哦，它丝毫没有打歪一点，打到股票市场。我们从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上个礼拜讲到，因为央行这次是调涨了这个存准率，但是完全没有去动利率。对，所以其实就表示他不希望呢，像大家的这个融资的利率成本提高，影响到股市的卖压等等。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张图哦，这张图最主要是告诉他，蓝色这条线就是台湾现在的重贴现率，代表目前呢，其实资金还是非常宽松，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哦，在历史上低档区。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利于股市上涨温床。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很关心就是呢，基本面景气的走向。那这个就要看呢，黄色这条线呢是台湾的景气对策信号分数，目前来讲呢，也还是在往上的一个阶段，都还是维持在相对扩张强势的格局。所以呢，股票市场我觉得蛮有机会，就是吸收呢房市流出来的资金。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投资客买房地产，可是现在呢，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高股息 ETF 或债券型 ETF， 其实也都提供蛮稳定的收益，其实也能够呢去吸收这些房市所流出来的热钱。好，不过说到这个央行打炒房嘛，在这一次是不是也有一些北漂族可能会无辜受害？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投资客，这个帅过头还说，其实有部分的这个投机客，他们根本是不会离开市场的。对，有一些呢，换屋族跟北漂族其实呢是一片哀嚎了。换屋族呢，就是呢想要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哦。那除非你先卖掉，可是卖掉呢，又有呢这个要在哪居住的问题。那另外呢，所谓的北漂族，因为其实北部当然就业机会是相对比较多嘛，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原本他是在中南部长大，然后呢过去可能有一些长辈那这个可能有把这个名下房地产呢已经有就是继承或者说过户给自己的小孩，可能在中南部是有房子。对，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呢可能跟几个兄弟姐妹大家各拥有持份一部分哪怕只有一部分，可是呢你只要拥有持份，那你名下就已经有房地产，可是呢根本就已经呢在可能台北可能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现在呢想要落地生根，想要有一个真正自己在台北的家，不要在台北再租房子了，你这样就会变成是买第二房。对，这种对象就是现在被央行打到的那就是所谓第二房呢，就是一来你完全没有宽限期，二来你的贷款成数 对就是呢下压到5成，对，所以这个资金上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调度上困难。因此就是这一波呢是不是有机会去做调整？当然其实杨金龙就有说，政策呢一定不可能让大
大家都满意，但就是 just do it， 先做了。不过呢，未来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排除条款，所以我觉得呢，接下来也许实施了一阵子之后，或许在下一季的里监事会议就会再做一些新的调整。有一些调整，对。那至于说呢，根据资深投资客帅过头的一个看法来讲，其实投资客现在在房地产市场大概只剩下呢高峰时候的两成了。因为呢前面有两波的一个打房都陆续的退场，一个是房地合一，一个就是呢平均地权条例禁止预售的转单，那所以现在还留在市场上，基本上呢你怎么打他踹他，他也不会走了。因为这种人呢，要么他是用人头继续呢玩杠杆来做投机，那另外一种就是呢本身都拿现金在买的大户。那这种人其实市场上蛮多的，因为他一辈子只专注投资在房地产，他只爱房地产，他也只会投资房地产。所以我不用宽限期，我也不用贷款，全部都是付现这样。对，反正一些好的物件呢，少了一些竞争对手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关心的是呢，这个韩式泡菜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吃，不过在最近呢，面临到一些困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稍后来了解。